立言 Greg 的事 ，Good job，Good job。Greg 是给谁玩？可以的吧？都钻石的队友可以信任了吧？不错哎，我们很多级飞。我知道啊，我之前跟你讲牌的时候，他在玩射手，所以我们胜率还不错。P1 一开始是练习生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跟传说的都不太熟。连 LOL 的练习生有谁，我都不一定知道啊。我前面看情况路野啊，如果有现权的话。有，我有。大概谁弄？我应该刷两三。阿红。红六鸟。好。Nice。哇，射手不一样。射手不一样啊。接往南走，他影子用掉了。哇，辅助也来了，大提吧。走。哎、欸，酒桶来了。嗯，不要好了，有点危险。控武器。接没闪，他直接加个影子过去。他感觉他接不太强。辅助这个游走差点出事，没事，我一打二。大绝，哇，一滴血，接不见到，上路小心。好，不下路，接下来了。九种状态不错，应该死不掉。上路可以越吗？我打，没招都没招，他没吹了、哦，可以搞。哦，顶到两个，哎，我扛，小心姐接应该过去了，溜了，大十秒，下路队打。哦，开始。直接往上走，他还有大。没事，我一打三。我靠中。有，你有大吗？哎，没接到。可以。还有吗？那还是啊，没关系。对，我的。给打小了，我接来，龙女没，哎，他刚没用大就死了，好，没中，六秒，我打，我应该没打。大招还有什么？好，我先去中路第一波好了。没事，我推线的，我们可以越上吗？好，也可以打上。我上路没线权哦。哦，那算了，回家补装。那我先控右边核心好了。2000块。你上小心的，其实应该会往上。没事啊，他来了。到底有多暴躁？哎，龙女在下，龙女在下。他要死。姐。
电刀，电到他。哎，可以夹吗？可以夹。我在走，我在走，我在走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几个，还有几个。姐也在走，我也在走。快到了。哇！对呀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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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惜。哎，没打死我。吓的。多大？他们双方先复活了。一打二，一打二。那我走，给你打。哎、欸，小心啊！杰还有大、啊。我踢杰。要开哦，要开哦。我可以。我看阿卡利亚。杰死。没能量了。扛我扛。哦，对，专精酒桶，没了酒桶好像有点菜哦，小心哦，他们尽可能过去了。小龙啊，火龙，火龙！你这火龙不能被偷哎、欸，被偷就灭。龙民有大吗？没看到，他应该没大吧？他刚上一波用的。要不拉出来，拉出来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先打人了，先打人。哎、欸，龙女没打。可以可以可以。Nice。阿卡丽哦。我打。好像不一定要用弹。你觉得干嘛？中毒？他被感染了。可以巴龙吗？我把这个推进去。哎，上路上路阿卡丽。下路哦，下路。嗯，我有放鱼食。李信呢？哎，有就踢一个回来吗？哎，有。哦、oh. ，Nice。OK， 你讲的 AD 胜率是100%，辅助胜率也是零%。你们也是你们那个吗？也是赢家比较少，输扣比较多吗？对啊，差不多。不过我现在赢十赢输赢都加减13，打到精英就加9分，扣12。哦，这么扯啊！好可怕哦。有时候啦，大多数都是加11分，扣17、18、19这样。好贵啊！然后你胜率最少要保持在66%以上。我们这把阵容拿的有点强。这应该是最强阵容，全部都可以跟那个亚速配合。没有，我说那个角色单一只都很强的。嗯，对啊。